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练练永恩。说实话，那天全明星有三个人玩永恩，我觉得大家玩的都差不多，大哥就不要比 ID 了，在基地呀，20多的人看着有30，说明我生活过得很困难啊。还好我没脱发，头发还算多。打峡谷不玩永恩，打什么玩呀？现在隔壁在打训练赛呢，哥们德杯不打，只打半天的训练赛，下午打了3把，打完就来播，太努力了，自我感动，评价一下，哎，眼镜子确实挺搞笑的，挺搞的，他每天怎么直播啊？7到10肯定不能播吧？万一10点还有个训练赛，他不会只能早上直播吧？有肉，杀锤是杀锤是，两个都死了。助攻都不给啊，太过分了吧！维特命令，哦呦，推线推线，瞎子还没露。这不越塔不一定能越啊！不行，杀不了。哎，我今天就要 A 这一下了，讨不讨厌吧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手是真贱。待回去你就说有没有神话装了，虽然好像不 A 这一下也有神话装。无所谓。我操！这样给我看 boss 的。被震死，没事，没事的，用闪现。可惜，Q 啥感 Q 啥感觉杀俩了，倒不应该追不到了。我闪现 A 还可行，一样。打大龙，那边推塔了，还在上头吃线。他这波在的话，我就上去打了。
也没刮到。救命啊！谁来救救他？我哟，正在飞高，闪现普攻。大龙10秒，这不总能打了吧？是这锤是勾得准，还是我接得好呢？这个问题我还是要思考思考。不是我们的，哦哟，塔里有眼，我操，你是真莽子啊，兄弟！又来抢中线，就你就这中线，你就必须得抢一下，不抢难受。这男枪就不抢难受，这波是真能上。